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 Lean Excel 编程与实践这门课程。我是 Galen。然后 Lean Excel 编程与实践这门课程呢，我们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的学习。第一个阶段呢，学习主要学习这个 Shell 的编程了解，主要是了解 Shell 是什么东西。第二阶段呢，就是 Shell 编程的学习，主要学习 Shell 的编程的语法。第三阶段呢，就是说 Shell 编程的实践。第四阶段就是 Shell 脚本与其他语言的组合，然后我们完成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管理功能。好，今天的课程我们主要讲 Shell 的脚本简要介绍。首先，我要给大家简要介绍这门课程，为什么要有这门课程？我们知道，Shell 是用户与 Linux 操作系统沟通的一个桥梁。如果操作系统没有一个 Shell 的话，那么我们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来管理很好的管理这个操作系统。因此，在 Linux 系统中，Shell 就是我们所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桥梁。学好 Linux 操作系统，就必须学好 Shell 这门编程语言。第二个呢，就是使用 Shell 脚本啊，可以完成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管理工作。我们在系统管理中经常输入命令，但是呢，如果不使用脚本的话，那么多庞杂的命令是来管理这个系统管理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常用的命令组合在一起，使用脚本来完成我们系统管理工作的话，那么我们的效率会非常高的。好，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是我们大家深入的了解、熟练 Shell 编程，这样的话是对我们的系统管理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这个如果大家作为一个 Linux 系统管理员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学会 Shell 这门编程。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前主流操作系统的 Shell。啊，我们知道当前主流操作系统呢，主要有 Windows 家族，还有 Linux 家族，还有 Unix 家族。Windows 家族同样有自己的 Shell 语言，比如说我们用的那个 DOS 脚本，DOS 语言，它就是一个 Shell 的一个语言。然后 Linux 家族的话，分为一个 Red Hat。Red Hat 就分为这个 Red Hat 企业版，还有一个社区版，还有 Fedora 版、个人版，还有一些 SUSE，其他一些小的一些那个厂商的一些出的一个 Linux 版本，他们都有不同的 Shell，特别是 SUSE 与 Red Hat，他们的 Shell 又是不一样的。好，在 Linux Shell 里面呢，就是 Linux 默认使用 Shell 是采用的是 BASH Shell。好，大家这个地方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 Unix 家族系列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呢，这块我们对于服务器的专业使用人员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的。特别是这个惠普 Unix，还有 FreeBSD，还有 RPM AIX 这三种这个 Unix 家族呢，这三种那个 Unix 系列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这个 Shell，这个默认的 Shell。其中呢，FreeBSD 它缺省使用的是 C Shell。惠普 Unix 呢，缺省使用是 POSIX Shell，RPM AIX 缺省的是这个 Core Shell。大家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了解一下。我们这门课程主要学习红帽的企业版和红帽的社区版，他们的 Shell 是怎么编写的。好，学好这门课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首先呢，丰厚的收入我就不多说了。你学好 Shell，你只会安装操作系统这块。你肯定的收入要可想而知，它肯定不会太高啊。第二个就是稳定而有挑战性的工作。你学习了 Shell 编程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中已经形成了这种编程的意识。你对这个系统的更深层次的管理啊，你就很有信心。第三个是对问题的分析深入化，不局限于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更注重于这个方法的学习，然后我讲这门课程呢，也告诉大家，不止学习，为了学习这门课程而学习这门课程，更重要的是告诉大家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学习。特别是我们如果学习 Linux 系统管理的话，那么这个方法一定要大家要掌握。好，第四呢，就是能学的一个系统资深的系统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个良好的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哪些呢？一个是认真、负责、谨慎。以及完美的最大化，追求完美的最大化。好，然后呢，
学习这门课程呢，也给大家也提出一些要求。首先呢，第一个是认真听取课程中的每个知识点，因为知识点比较繁多，然后知识点又比较细，比较繁琐。大家在听知识点的时候呢，一定要消化，一定要掌握啊。如果不明白的地方，及时做好笔记，并且要及时查相关的这个帮助。第二是养成虚心学习的习惯。然后，系的管理者啊，要求这个不能有浮躁的这个心态来做这项工作。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以后在这个系统管理方面要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大家一定要那个把这个身上这个浮躁的心态一定要去掉，要非常认真。因为这个你说的每一个命令都可能会对服务器产生不同的这个作用。特别是你作为 root 用户的时候，你输入的命令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好，还要求大家对这个基础知识的扎实巩固与学习，因为你只有基础扎实了，你才能写出更好的脚本，写到更那个才能更加自如的这个掌握这个来运作这个来让系统完成这个完成你想要做的这个工作啊。这里面呢需要大家第一个是课堂讲的知识点的巩固，你必须要巩固好。第二个是养成去官网了解最新动态能力，比如说这个 shell，对不对？我讲的这个 shell 也不可能是100%能完全覆盖我们 shell 的编程，但是呢，如果一些，如果你想去，比如说一些非常小的细的知识点的话，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你还得去一些官方的网站，比如说红帽的网站，去专门的去再深入的学习一下，再做一次进一步的一个学习和掌握，第三个就是勤于动手，这块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你如果不动手的话，你如果只停留在大脑的那个消化上，那么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动手了，才能会发现说我在编写过程中到底有哪些问题，才能养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习惯。然后呢，对客户的作业，大家要至少用于一种方法完成，因为如果你掌握的方法更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更多的话，那么你的知识点就更全面。说完这些呢，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编写 shell 程序，编写我们的第一个 shell 程序。好，怎么编写这个 shell 程序呢？首先呢，第一步呢，要创建一个以 .sh 为扩展名的文件。好，怎么创建这样一个文件？好，我们通用在 Linux 系统里面，我们用一个 vi 编辑器来创建。比如说，我创建一个 hello.sh 这个脚本，那么用 vi hello.sh。好，我们创建用这个方法创建完了，就相当于创建完了。然后呢，第二个是编写这个脚本。编写脚本文件的话，就是在这个 vi 我们创建的这个文件里头啊，要编写这个脚本。那么第一行。必须要以井号、叹号开头，来声明啊，你所使用这个 shell 的全路径是什么？在这个 shell 里面呢，我们在 Linux shell 里面，我们一般都使用井号、叹号、杠 bring 的 bash 作为一个全路径，所以告诉系统我们使用 bash 来编写这个脚本。第二个呢，就是编写脚本中啊，要适量增加一些注释内容。注释的语法是以井号为开头，井号之后的内容啊，它不被执行。这个大家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如果你的脚本这个长时间的不看了的话，或者是你交给第二个人员来看的话，他会非常关注你这个注释的这个作用。编写过脚本完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增加这个脚本文件的执行权限。脚本的执行啊，需要有一定的权限，特别是对于不同用户所有者。怎么给这个脚本加这个执行权限？好，有两种方法。第一个是通过这个 chmod 命令加 x，x 表示可执行，然后后面跟这个脚本名字。上这个我们创的文件是 hello.dss，那么这地方就写 hello.dss。第二方法是 chmod 755，7表示用户所有者，表示所有权限，就读写执行。五呢表示这个用户所对应的组。那么它有读和执行的权限，那么就是五。
然后其他人呢，就是既不是这个用户本身，又不是这用户本身所在的组，那么其他人呢，只有这个读和执行的权限。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脚本的一个执行。第三个运行脚本，好，关于这个运行脚本啊，就最后一步了。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个脚本文件的这个目录，对吧？好，我们进入这个目录，然后呢，通过这个点斜杠来运行这个脚本。比如说，进入这个目录，点斜杠 hello.fs，好，这个脚本内容就是输出 hello world 这个字符串。第三个方法呢，就是以 brnss 来脚后面跟脚本名来运行，比如说杠 brn 杠 ss，那么 hello.fs，好，它输出结果也是 hello world。好，这是那么运行脚本的方法我就讲完了。好，今天的主要的课程主要是告诉大家 Shell 这个简要介绍。好，今天的课后作业呢是这样的：第一，思考你学习这门课程目标是什么，为什么学习这门课程？大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第二个是熟练掌握本章中 Linux Shell 编写的步骤。编写的步骤四步，对不对？四步，一二三四，大家需要明确的掌握。第三呢，就是编写一个 Shell 程序，输出当前的系统时间。其实很简单的是 Shell 程序，主要是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步骤。好，今天的课程讲完了，好，谢谢大家。